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some useful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you need when you talk about hobbies. Hobby, 爱好，爱好，爱好。What are your hobbies? 你有什么爱好？你有什么爱好？你有什么爱好？To answer the question, 我的爱好是，我的爱好是，我的爱好是。What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free time? 你喜欢做什么？你喜欢做什么？你喜欢做什么？To answer the question,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看书 ，read books， 看书，看书。你有什么爱好？我的爱好是看书。你有什么爱好？我的爱好是看书。Watch films, 看电影，看电影，看电影。你有什么爱好？我的爱好是看电影。你有什么爱好？我的爱好是看电影。你有什么爱好？我的爱好是看电影。Play computer games. 玩电脑游戏。玩电脑游戏。玩电脑游戏。你喜欢做什么？我喜欢玩电脑游戏。你喜欢做什么？我喜欢玩电脑游戏。Sports, exercise, workout, 运动，运动，运动。你有什么爱好？我的爱好是运动。你有什么爱好？我的爱好是运动。Listen to music. 听音乐，听音乐，听音乐。你喜欢做什么？我喜欢听音乐。你喜欢做什么？我喜欢听音乐。Go shopping, 购物。Go shopping, 购物。购物。你喜欢做什么？我喜欢购物。你喜欢做什么？我喜欢购物。你有什么爱好？我的爱好是，你喜欢做什么？我喜欢看书、看电影、听音乐、运动、玩电脑游戏、购物。